头饰材料采用电信机房废弃的电缆线做成的花冠，外面包上锡箔纸，加上插花的二手材料装饰而成。哦，帆部分则是易开罐的拉环制成的，脖子上的项圈和手臂上的手环是用保护水果的网状泡棉加上一朵金光闪亮的塑胶胸花。衣裙介绍，上衣是包装用 EPE 发泡布做成的，领子装饰的 lace 也是插花的材料，胸前蝴蝶结的材料是塑胶带。裙子采用防碰撞用的气泡布，腰部的折片及裙子的线条是十几年前老旧壁纸做成的。背后的蝴蝶结这是大型盆栽上面的装饰，质量也是塑胶瓶。谢谢这位美女的表演。过来为您介绍的是绅士造型帽子，使用过的水果礼盒制成的帽子，由于材质坚硬，材质的时候需用很大的手劲才能完成这顶高贵美丽的帽子。斗篷部分，我们把用了许多年已经脏掉而且淘汰掉的塑胶桌巾清洗干净后，设计了肩线和领子，上面呢再粘贴废弃的光碟片，加强视觉效果，整件斗篷帅气大方。背心部分，整件背心用了160张废弃的名片精心研制而成。马靴部分呢，我们使用包抓鲜花回收的塑胶纸，整体造型帅气英挺。谢谢这位帅哥的绅士。以上无法对环保秀使用的